成大、中兴、中山和中正四所大学今天组成了台湾综合大学系统，找来了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金武院士担任校长，希望可以提升各大学的国际排名。教育部也编列了3000万元的预算作为跨校的研究经费。不过朱金武当场告诉马总统，只有梦想没有资助就会变成幻想。整合南部四强，成大、中兴、中山、中正所成立的台湾综合大学系统，从美国请回在科学界相当有名的高温超导体专家朱金武担任校长。朱金武在香港科技大学当校长时，香港科大在全球排名41，这次找他回来就是希望借由他在国际学术的高度，让南部四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。朱校长不知心，但希望争取跨校研究经费。有梦没有资助，特别总统听到了是幻想。总统在场，你就拨一些经费再来给我们，让他做一点事。教育部提供了3000万来协助，那显然王校长是觉得不够的，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名，这是基本上的大。我们怎么做呢？就是希望我们发展强项，经费希望加码，四校联盟，资源整合，各自发展，但未来开课可能互修，研究生联合招生。